方便问一下各位的年龄吗？28。25。23。20。切！菊，还没下班啊？所以你知道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吧？因为你知道你的单恋不会成功。我单恋不成功的原因好像不在我哥身上，加上那个就有两个了。谁按的铃？还有没有人下车？快点起！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小小喜欢我了？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？我怎么跟你说呀？啊，李潇潇喜欢你，你喜欢他最好的朋友，而我又喜欢他，什么？